24行，后面那句，接而应该是尔等的尔了，而是你，而是你，代名词。重答是司马懿啊，子丹是曹真呐、啊。诸葛亮的文笔这么厉害，这么好。你看，连语言文字也是有力量的，把曹真给气死，他本来就有病。也是因为是打败仗，心平气不和造成的病，然后又加上这个诸葛亮的这个羞辱他的文字的话，你看这么厉害，病会加重，整个气就乱掉。语言文字也是有力量的。